美国总统拜登确诊新冠肺炎，隔离18天后终于解除隔离。一看到大批媒体，拜登立刻拿下口罩，开心地跟大家挥手。他笑说自己感觉很好。拜登上个月21号确诊，之后就待在白宫隔离，后来筛检阴性，却又在上个月的30号转阳。好不容易连续2天检测阴性，终于可以外出。拜登也立即搭机飞往德拉瓦州度假。